大家观看激动人心的揭幕战，没有哪一天能比今天更能激起希望或乐观的态度。今天的比赛结果出来之后，则会决定这股乐观是迅速消失，还是一鼓作气延续到后面的赛程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近一个世纪以来，圣西罗球场一直都是 AC 米兰的坚实堡垒，见证了这家俱乐部的光辉历史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共同关注这场对决。AC 米兰对阵 AC 米兰，哦吼，完蛋，传空了。几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，长传边路，再打回去，往前传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他们需要加快比赛节奏，在这样的转换机会中提速。桑德罗·托纳利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，他的防守密不透风，终于摆脱了围堵。拉斐尔莱昂，他无人盯防，有大把空间。拉斐尔莱昂传中，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卡福，哦，他把他放倒了，是个任意球。这次裁判比较宽容，不过我猜他也没几次机会了。进行了几次快速的短传配合，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。真没有办法，被追了越位，很无奈啊。罗纳尔迪尼奥，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直接较量。罗纳尔迪尼奥仿佛在和对手说：“你牛，你来怼我呀。”拉斐尔莱昂沿着左路快速突破，球在卡卡脚下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分给左路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舍甫琴科，如果他想要反击，就需要提速。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，结果多少让人上火呀。好机会，他看到了空档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呀。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。这是一次非常强硬的拦截，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球在吉鲁脚下，好球！这次机会不错。哦，成功了！这球有了，这就是球迷们希望看到的。他首开吉鲁。亚里克斯·梅雷特第一下做得很好，第二下补射他也没办法了。像这种球员都有第六感，能够迅速找到最佳的位置抢点，脑子转得真快。这个进球价值连城，取得了关键的领先。尽管这第一粒进球能够有效地提振士气，但他们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放松，否则将会葬送这大好的局面。真高啊！他成功了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他们已经打疯了。传得太好了，投球就很简单了。争抢头球，起跳的时间最为关键，稍有偏差就很难顶到球。这球顶得真好。AC 米兰已经两球领先，对他们而言比赛将变得轻松很多。目前的局势对他们更加有利，打进上一个进球的时候就应该会想到还会有更多的进球。舍甫琴科，梅雷特完美救球，这下看谁能够先拿到球。这个越位被发现了，
弗朗哥巴雷西，左边漂亮。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卡卡，卡福，卡福传中，身手敏捷将球解围。据孔子的《论语》记载，烂的传球不如不传。舍甫琴科，布拉辛迪亚斯，在上半场即将结束之际保持领先，形势看起来不错。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准确的预判，现在前场寻找机会，这一脚传球有点拖泥带水。马西莫安布罗西尼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他突破了过去，他迅速夺回球权。马西莫安布罗西尼再传回中路，很好，他能处理好吗？将球传到中路，球被门将控制住，这是个快攻的机会。将球拦了下来，布拉辛迪亚斯边路完全无人盯防，球直接传到了门将脚下，安德烈皮尔洛。我们进入了中场休息， AC 米兰带着两球的优势安心地进入中场休息。Signore e signori, vi ricordiamo che parcheggiare nell'area circostante lo stadio è severamente proibito. Siete pregati di usare le apposite aree di parcheggio. 双方的较量再次开始，这球只要传得再好一点点，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。 AC 米兰应该打得再耐心一点，这球有点胡来了。巴克斯图拉姆很好的保卫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他找到了突破口，把脚弄上，快速将球破坏掉。门将没能控制住，要不是后卫反应及时，结果可能完全不同。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。他开始加速，暂时化解了危机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马西莫安布罗西尼，右往右的卡福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他找到了突破口，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又一次凶悍的防守，王牌对王牌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。菲卡约托莫里出现，把球破坏出去，他选择攻门，门将奋力将球扑出。奥里维尔吉鲁一定在想他该怎么做才能进球吧。他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，有力的头球，减刑暂时解除。对于前锋球员，现在这种形势真的让人十分头疼，根本得不到机会，传球质量有待提高，要有速度才能反击。
拉库斯图拉姆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弗朗哥巴雷西分到右侧，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可以抢到落点，漂亮的断球。然而最后又是一脚本应该可以的传球，想法并不是不好，非常准确，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。这脚法真没得说，球在吉鲁脚下，好脚法，宛若他尝试打门，他们成功的把球破坏了。我不确定他需不需要拿球这么久，有几名队友已经非常生气了。有机会打反击，球在莱昂脚下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卡卡准确的预判，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一个大脚将球转移到另一侧。安德烈皮尔洛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，传球极其老道的防守。卡卡几次精彩的护传把球带到了前场，往前传，这脚传球很到位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罗纳尔迪尼奥，达尼洛触角非常及时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门将大脚长传，球在卡卡脚下，发起反击，这是一次关键的断球。门将大脚长传，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。卡卡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舍甫琴科继续继续继续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好球，这种机会他是不会错过的，这或许是天生的，他的预判能力明显胜人一筹。他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，现在他的目标是帽子戏法。主教练进行第一次换人调整， AC 米兰三球领先，他们已经肆无忌惮了。罗纳多尼，卡卡很好的跑位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马西莫安布罗西尼赏心悦目的脚下配合啊，塞尔西奥戈迪奥多斯桑托斯，球赛的漂亮，一出手就底气不足。公路送出直塞，比赛结束了。AC 米兰做到了，在这场压力巨大的比赛中收获了完美的结果。好了好了，蔡指导别整发型了啊，起来啊，能否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呢 ？AC 米兰理应获得广大球迷的赞誉，我相信这场胜利将极大提升他们的信心。对于如此重要的一场比赛，怀疑者们有大把的理由可以用来攻击他们。不过我猜现在他们只好乖乖闭嘴了。好的，今晚的比赛就进行到这里，感谢坐在我身边的蔡慧强，你要上班去了啊，晚上你的上班时间到了，观众朋友们晚安。Ricordiamo a tutti i tifosi che tra poco sul maxi schermo saranno trasmessi gli orari degli autobus da vetta.
大赛再次拉开帷幕，每支球队都希望将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，奉献最精彩的表现。在这样的时刻，双方的期待有多高，挑战就会有多大。毕竟大家都希望取得开门红，满怀期待的球迷们纷纷涌入位于米兰城的这座巨大的球场，而球场名字的主人可能是蓝黑军团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。此情此景，蔚为壮观。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已经开始了。 关键时刻上演精彩扑救，这才是精彩的扑救。前提并进行了准确的预判。安德烈皮尔洛站在了脚膝杆处，第一个角球机会能否传出好？甩头攻门，稍稍偏出了球门。卡卡应该好好把握住这次大好机会的。 罗纳尔迪尼奥在边路提供了一个接应点，防守的压力还在，是个角球。亚历山德罗·巴斯托尼将球传出，很好的保卫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直接外球。
成功接到了皮罗纳尔迪尼奥，现在皮球无人看管，他希望能抢先一步，从对手那里抢回了皮球，现在反击啊，球在范巴斯滕脚下，跑位娴熟，身手敏捷，而且很狡猾，不过防守最终还是化险为夷，他利用身体夺回了球权，范巴斯滕，安德烈皮尔洛将球拦了下来，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，好机会，他看到了空当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，球在范巴斯滕脚下，球来到了左侧，安德烈皮尔洛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，范巴斯滕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瞄准前面，卡卡，吉鲁，皮尔洛，保罗马尔蒂尼，传给左路，罗纳尔迪尼奥，尽管后卫这次占了上风，但相信他不会就此罢休，罗纳尔迪尼奥，罗纳尔迪尼奥直接与对手过招，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，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他前面空了，试图回敲，有力的头球，可惜球只是稍稍偏出，是时候展示脚法了，本杰明帕瓦拼抢送出一个任意球，卡卡，这个断球干净利落，往前传，时机不错，格维查克瓦拉斯赫利亚棋逢对手更是输不得啊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最终破功全都无啊，这球分得漂亮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，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球被破坏出了危险区域，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，我看好像是越位吧，对，是越位，吉鲁，球传到了他脚下，好机会，我们进了一球，这球有了，或许后防线再快那么几毫秒就能阻止这一切，不过一瞬间的走神就会酿成大错， AC 米兰取得领先，这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中先下一城，我想他们在客场先拔头筹确实为自己赢得了先机，但是主队绝对不会束手就擒的，这是个明显的犯规，任意球，安德烈皮尔洛通过拼抢夺回了球权，奥塔罗马丁内斯利用身体迫使对手失去，哎呀，球被截了下来，马西莫安布罗西尼，吉鲁向外侧找到了侧翼，罗纳尔迪尼奥这几下完成得很流畅啊，这次没能骗过他，舍甫琴科能接到这记直塞吗，抬脚射门，球出了边线，他打算投桃报李，罗伯特卡球在罗纳尔迪尼奥脚下，
文杰明帕瓦把球抢下来了。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，上半场结束，双方球员回到各自的更衣室。上半场踢得十分流畅，但只有一粒进球，胜负还很难预料。接下来的45分钟将决定谁才能够笑到最后。AC 米兰在半场建立了领先优势，至少从比分来看，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还不错。经过中场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比赛。一球之差，这个比分很关键。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，扑进去了，攻门！安德烈皮尔洛，皮尔洛，漂亮的直塞球！他们需要加快比赛节奏，在这样的转换机会中提速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呀！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球在老塔罗脚下，好球，有穿透的机会。安德烈皮尔洛在边路完全无人盯防，里杰卡尔德寸土不让，在这次正面交锋中秒杀对手，向外找到侧翼，防守球员的警惕性十足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他赢下了激烈的身体对抗，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球在老塔罗脚下，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防线球在范巴斯滕脚下，范巴斯滕他们希望取得这样的效果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一脚吉鲁，一打扑得漂亮，门将奋力将球扑出，非常犀利，真是好球。国际米兰快速发起了反击，角球即是机会，也可能蕴藏危机啊！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。罗伯特卡，老塔罗马丁内斯，他找到了防线的破绽。范巴斯滕，好脚法，很聪明的跑位，让球队暂时脱离了危险。老塔罗马丁内斯能进球吗？哇，门将保持着出色的状态，难怪他受到如此多的关注，太出色了，不是吗？我们将迎来第一波的换人调整，这是要先发制人，继续保持场面上的优势。安德烈皮尔洛开出了战术角球，展示了华丽的技巧。巴雷拉，好的，边裁准确的判罚了越位。进攻很有质量，渐入佳境啊。他们现在采用了一种全新的、更加积极主动的打法。是的，不过要看他们能坚持多久。尼科洛·巴雷拉，触角很及时。后卫最怕这样的跑位了，想要穿透防线，
将球传到中路，快速将球破坏掉，抬脚射门，快速发起反击，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，他找到了突破口，球马上又被抢了回来，应该起脚了，这个球踢的是又高又远呀。这次防守很成功，让人感觉他们是冲着球去的。他们想要改变进攻的路线，准确的预判。国际米兰尽管创造了一些机会，但要取得进球还要多加努力。球在老塔罗脚下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转到无人地带，安德烈皮尔洛识破了越狱陷阱。华丽的脚下动作啊，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门将兵帕瓦尔迅速将球抢下，对方无功而返，现在准备组织反击，往前传，一个恰到好处，拉斐尔莱昂终于摆脱了围堵，伟大的防守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，敢于尝试冲击对方的防线很好，相信他不会就此罢休。古利特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任意球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了。这球距离门稍微有点远，但完全在他的射程范围内。哎，打在横梁上，大脚解围，马库斯图拉姆还摆脱了防守，范巴斯滕，AC 米兰将迎来比赛的结束，只剩下几分钟了。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他们得把球送入禁区，开大脚也不算什么糟糕的选择。他又麻烦了，送了对方一个任意球。转移到边路，漂亮的断球，尼科洛巴雷拉。不行，他很难冲击这铜墙铁壁的防守啊！拉斐尔莱昂抬脚射门，潇洒的进球，比赛没有悬念了。关键时刻能奏效的战术，平时就要多练，这种努力肯定不会白费。两球领先，时间已经所剩无几，恐怕没有什么悬念了。在这种艰难的时刻，他们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将挺身而出。他找到了突破口。国际米兰得到一个角球，时间所剩无几了，尝试把球破坏掉，中场哨响起来了， AC 米兰现在可以庆祝了，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。年轻有为的蔡指导，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何看法？ AC 米兰理应获得广大球迷的赞誉，我相信这场胜利将极大提升他们的信心，对于如此重要的一场比赛。